是我这一片，我的那一口。该怎么说？这是我的这一口。好，谢谢。稍微斜一下是吧？我觉得已经很奢侈了，你们觉得吗？更奢侈的是什么？没有更类似的类似啊。一口能吞下去吗？我能吞下去好几个。你能吞下去了。口水就换一个吃。对。这一天下去30块。好吧。这一口能吞下去。那个火是这样喷出来的。你这个火冒烟，我喝了。嗯。嗯。哦。啊。这啊。然后是火锅。多少年的日料？味道。不是那个吸烟，人家都把。什么部位呢？这个花纹只能认识，像印出来的，是花纹，是吧？然后正好配这个吃，看这个，一二三四五，正好一人一片。对啊，这就是一人一片。标准的一人一片是吧？对啊，全部都是一人一片。一人一片啊。这是爆烤的。感受一下这个它的花纹，啊，真的是精灵哎。哪一部分？肩口肉。肩口。就是大概在肩胛骨后筋上面，对吧？肩胛那部分。我觉得我们几天。